爸爸，爸爸，我，爸爸，他是谁？来手，来手。你是谁？你要把我的孩子带去哪儿？雨山，我来送这个孽种上路啊！谁让你睡了不该睡的？ 小小，你，宁总。 这孩子幸好没淋着雨，要这么淋下去，早晚会死的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狼心狗肺的父母？这一看就刚出生被抛弃掉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宁少臣的孩子。回家。 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分辨出这三位哪一位是真的母亲，就能获得今天全国天才儿童大赛的冠军。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被这么多小鬼盯着，真是烦死了。最讨厌小孩子了。好喜欢小孩子。是这个，就是最后这位。 这个孩子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恭喜你，小西小朋友回答正确。有请。小西小朋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啊？我会读心术。你小西一定是作弊，你就是个没妈要的野孩子，你才没有妈咪，我有妈咪，我一定会找到我妈咪的。 小西，你有哮喘？妈咪，你是我妈咪。你小西孩子的家长在哪儿？妈咪，小西小朋友死了。不会的，小西会好好的。 怎么样，小西，感觉好点了吗？ 妈咪，我好多了。宁总，哎，小心，没事吧？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这位是宁氏集团的总裁宁少臣。
小西少爷是他的儿子。小姐，你最好解释一下，干嘛了？做，你是谁？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大西，你不能欺负妈咪。我刚才发病，是他救了我。啊？朋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是你妈咪啊？我不管，大弟，反正你又没有老婆，能不能就让她当我的妈咪？大弟，你不让她当我的妈咪，我就少来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小心你少来，你快点拿下我妈咪，不然我就离家出走。臭小子，敢威胁我！你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找老婆，好不容易帮你找到了，你给我争点气！一样的胎记，一样的哮喘，小西会是我的孩子吗？对不起，沈小姐，刚刚是我误会你了，谢谢你救了小西。不客气，宁先生，请恕我冒昧，小西的哮喘是家族遗传吗？这个我也不太确定。不能确定，你不是他父亲吗？而且今天他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他妈妈也没来啊？小西没有妈妈，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，就得了哮喘，跟家族遗传无关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来，小西。既然小西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辛苦宁小姐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妈咪，你不能走。小西，我还有工作要处理呢。其实我刚才昏倒不是因为哮喘，而是因为爹爹他虐待我，不给我吃饭。看你是个人模狗样的总裁，怎么还虐待孩子呢？不会养就不要生。宁小西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虐待你了？你还凶他？他只是个6岁的孩子，能骗人吗？孙小姐。你又没见过我怎么照顾孩子，别什么教育。行，我看看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。走，小西。小西。哦。喝吧喝吧，我算是见识到了，原来宁总口中的照顾孩子就是这样照顾的。小西能平安无事的长大还真是不容易啊。哎，你这签什么呀？这个签我来吧。其实有个女人在家也不错。大弟，我听到你的心里话了，你也很喜欢妈咪吧？说什么？我跟他第一天见面，怎么会喜欢他？大爷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真想滚蛋！怎么？你想搞爸爸婚姻？这有死意，大爷！你一直不给我找妈咪，知不知道？我这玩意儿都抬不起头。你还抬不起头吗？我让揍你还得行？你一个大人怎么总欺负孩子？闹着玩的。是吧？太好吃了！以后我要天天吃妈咪做的饭。嗯，你可真会甜，你忘了吃了？这是妈咪给我一个人做的。宁小溪，别忘了谁才是你的金主爹，小心我告你花钱。看到没？这才是照顾孩子的样子。说的好像你有孩子。我还真的曾经有过，可惜。妈咪，我听到你说你有孩子。你有孩子？
你家大少爷呢？少爷在听。少晨，小溪，小溪，狐狸精来了，大家快保护妈咪！妈咪，跟我来。妈咪，你现在是左腿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回去一下。沙尘，去给你王静收去。这个渣男，都有老婆了，还把我骗到家里来。我以后跟他保持距离就是了。我听说小溪今天在活动现场哮喘病发作了，他没事吧？嗯。我就说了，小溪需要一个妈妈好好照顾他。我已经有妈咪了，才不要你。有妈咪了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你没必要管。私事。我们高丽娘家早就有了婚约，我是这里的女主人。这都是你给我的玩具，还给你。以后你别在我们家蹭吃蹭住，我怕我妈咪误会。你妈咪误会？少晨哥，这什么意思？赶我走。这里是我和小溪的家，就算以后会有女主人，也不会是你。那个女人是谁？没有女人啊，你想多了。你就算掘地三尺，也要把那个女人整出来。不好，妈咪看到客房高阿姨的东西可能会误会，你赶紧去跟她解释。哦，那个，你别动，我看你。弟弟，妈咪少儿不宜，你们继续，我先去玩了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身上的味道好像六年前的那个女人。他真的不是那晚的男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还是你先说吧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我看你有点眼熟。不管他是不是那个人，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，我跟他一点可能也没有。我们这种普通人哪有机会见宁总呀？宁总身边肯定女人不断，不过难得还是得守一下。哎，误会了，他不是啊。行了，女人都找上门来了，宁总你就别解释了。我对你这种结了婚还有孩子的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真的，小溪，我要回去了。妈咪，你怎么又要走了？妈咪还要工作，以后有空再来陪小溪好不好？妈咪。明天我们幼儿园有亲子活动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，就我没有。我在哪？小溪，你帮我拦住他，我就答应你。好。妈咪，你快跑！我怕。定小溪，比赛都要开始了，你妈妈在哪呢？我就知道你在骗人。撒谎机。撒谎机，定小溪撒谎机。小溪，别理他们，爸爸会陪你一起打败他们，咱们拿个第一，威风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要第二名第一，我只要妈咪。比赛会开始了，妈咪应该不会来了。不会的，她答应过我，一定会来的。三人两组比赛要开始了，请家长到操场就位。撒谎机，你妈妈不会来的。谁说小溪没有妈妈的？妈咪。小溪，我来晚啦。比赛正式开始。爹地妈咪，我都亲你们了，你们怎么不亲我？好，我们亲。洛城首富宁总从未露过面的神秘夫人，原来是这样一个仆女，真不知道哪来的福气。看就是个狗一男人的狐狸精。沈瑶瑶，
你不是陪酒女吗？什么时候勾引上宁总了？你认错人了。哎，我怎么可能认错？你明明就是个陪酒女，别以为结婚生娃了就能洗白过去的一切。我们这可是贵族学校，你这样的孩子凭什么跟我们孩子当同学？这位先生，你怕是要去看眼科了吧？她是我宁少臣的妻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诋毁的。早听闻宁总私生活不检点，养的孩子来路不明，她这样的女人你都敢娶，这是丢尽男人的脸啊。你口口声声说我太太是陪酒女，但如果你不是经常出没这种地方，又怎么会说得这么掷地有声？我看你这种货色才是丢我们男人的脸。哎呀，我也不想去啊，但我家那个是母老虎，又丑又凶的。哎，我一直想要个女儿，但一直生不出来，还是找别的女人生吧。阿姨，你老公他心里说你是个又丑又凶的母老虎，所以他才会时常去你们家对面的皇后酒吧喝酒玩乐。他还说你生不出女儿，他要跟别的女人生。好啊，你居然还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心思啊！老婆，你别听这小鬼乱说，我没有，我什么也没做啊！我你没做过，你知道人家是陪酒女啊？你还敢骗我是吧？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哎哎，通通 ，yes， 还是我们小西厉害啊！多亏了你救了妈咪，现在承认她是我妈咪了。可是小西，你不是已经有妈咪了吗？上次在你们家房间里面发现了女人的衣服，那不是你妈咪的吗？才不是。确实有很多人想做小西的妈妈，但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入得了我和小西的眼。漂亮妈咪，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同学，让他们都羡慕我。高小姐，有件事向你禀报啊。那个贱女人在哪儿？就在操场，但我看她跟宁总、小西很亲密，她会不会真的是？宁夫人的位置，只能是我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勾引我老公？你干什么？宋老师，实在对不起，这是个误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高小姐，抱歉，抱歉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是有婚约的。你竟然跟别的女人有一腿！对你一再忍心，是看在我们两家的关系。那个女人在哪儿？喂，无理取闹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个什么。是你，你认错人了。你走。是你，是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抢了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去哪儿了？我的孩子去哪儿了？在哪儿？不认识你。啊！那这一巴掌能让你想起来你做的事儿了吗？这张脸，就算化成骨灰我都认得出来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居然敢打我，还敢勾引少臣哥哥！我，原来宁少臣口中瞧不起的女人就是你啊！那你猜猜，如果告诉他你六年前做的事，他会不会更加厌恶你？你微笑。我说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。都是陈某芝麻烂谷子的旧账，你到今天才来翻。你别再跟我耍花样了，说我的孩子在哪儿，你都去哪儿了？当年是有人指使我去杀你孩子的，你不去找搞大你肚子了，你找我做什么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想跟我抢少臣哥，那我就让你们变成宠物。很不巧，就是刚刚跟你假扮夫妻的那个男人，宁少臣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不信，你去找他对质啊！你去当面问问他，六年前他是不是去过你陪酒的那个酒吧？那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那个孽种早在六年前就死。你怎么这么啊！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疯子！小西是谁的孩子？当然是我跟少成哥哥的孩子。如果他是你和宁少成的孩子，
为什么你们没有结婚？宁少臣为什么说小溪没有妈咪？这不关你的事。总之，我跟少臣哥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，不要当第三者来插足我们一家三口的感情。你们偷了我的孩子，毁了我的人生，现在还不要脸的让我来，不要打扰你们。你不就是要钱吗？这卡里有200万，这是你一辈子做陪酒女都赚不到的钱。我们去找妈妈。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钱不是问题。爹爹，妈咪在那儿。少臣哥哥，别碰我。爹爹，妈咪在心里头在恨你，死也不会放过你，你快去追她。小溪，你看路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是高文对你说什么了？小溪说你恨我，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自己做什么，你心里没有数吗？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脸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突然对我这样？宁少臣，我真希望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你。你肯定是误会我高文了，都是家里长辈的强行撮合，但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。都要结婚了，这就是你口中的什么事都没有？可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这场婚事。就算没有高文，宁总这几年的风流债应该也不少吧？什么风流债？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身边没有女人。没有女人？那小溪是从哪来的？行了，宁总你不要说了，我们也不过就认识了两天，只是陌路人而已。沈小姐说的对，是我和小溪意外闯进了你的生活。你放心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。少臣和小溪回来了，快坐，我给你俩倒水啊。高阿姨，您怕是有些反客为主了吧？这里是我宁家，您是以什么身份给我倒水的？放肆！怎么和你高阿姨说话了？怕是你未来的岳母。这是您单方面的决定，我可没同意。玉叔叔，我少臣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他对我们还是这种态度。好了好了，文文，别动不动就耍小孩子脾气。相信你，宁叔叔他肯定会给你做主的。少成，你和文文的婚约是我们两家以前就定好的，只要你还是我宁远生的儿子，你就必须听我的。爷爷，你为什么要让大弟娶她？高阿姨，我不喜欢她，我已经有妈咪了，我只要我的妈咪。什么妈咪啊，少成？你有女人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宁家只认文文这一个儿媳妇。爷爷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娶高阿姨？爷爷，你是坏人，我不跟你好了。小孩子不能一个人离开家乱跑，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啊？除了妈咪，没有人疼小溪。那你 daddy 呢？他怎么也让你一个人跑出来啊？我爷爷逼 daddy 娶高阿姨，我讨厌爷爷，所以就跑出来找妈咪了。小溪啊，你 daddy 有没有跟你提过关于你亲生妈咪的事？你就是我的妈咪啊。小溪，我们才认识没多久，你怎么总觉得我是你妈咪啊？因为你跟我梦里的妈咪长得一样。老天安排小溪到我身边，是不是在暗示我可以通过他找到我的孩子？我绝对不相信我的孩子已经死了。宁总，怎么样了？找到了吗？我再给你一个小时，要是再找不到，所有人都别干了。是，宁总。喂，高文，小溪在我这里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小溪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？沈瑶瑶，
你怎么能绑架小溪呢？你就算记得我跟尚胜哥要结婚了，你也不能伤害小溪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伤害小溪了？沈瑶瑶，我限你十分钟之内把小溪平安的给我送回来，否则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少成哥，你别太担心了，那个女人不敢对小溪真的做什么。叶子，你错怪起我的苦了。沈瑶瑶，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你。如果你有做人的基本良知，就不会对一个孩子下手。三爷，你在说什么？是妈咪救了我。小溪，这里太危险，我太太先回车里。走。还想对小溪做什么？我绝对不会让她再接近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宁少臣，你不如去洗洗脑子吧。这么绿茶的戏码你都相信？小溪有你这样的父亲，我真是替他的智商感到堪忧。小溪认你这样的人当妈才让我担心，我居然还真想过让你做小溪的妈妈，你可真会演戏。今天的事我暂且不跟你追究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和小溪的生活里。小溪，我不在你身边受苦了。才不是呢，妈咪对我可好了。饿坏了吧？我亲自熬的粥，不吃，吃一口，不吃。喜，不吃。高文，不吃。咱俩的婚事，我同意。真的吗？小喜，以后我是你的妈咪了。我不要。小喜，婚礼就要开始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大姐，你根本不爱高阿姨。我爱不爱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需要一个妈咪照顾。可是我不喜欢高阿姨，我要沈阿姨当我的妈咪。我会让高文对你好的，你放心，你永远是自爹爹最重要的人。这个头巾你哪来的？上次我受伤，沈阿姨就是用这个给我包扎伤口的。是吧，六年前的那个女人全是他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下面有请我们帅气的新郎入场。我们帅气的新郎现在已经站在大家面前，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美丽的新娘入场。大家稍安勿躁啊，新娘可能有点害羞，让我们用更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娘。这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怎么回事？还没过去看看。高文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六年，今天只是个开始，之后我会一点一点还给你们。高文今天也太那个吧，他怎么就没看上我呢？宁少可是全银城最尊贵的男人，他们郎才女貌都般配，你还是洗洗睡吧。去苏州去游行。停下！我才是上胜哥的新娘。这怎么又来新娘？这不会是在抢婚的吧？说不定是宁少的风流债。我倒要看看你是谁，竟然敢在我的婚礼上捣乱。是你？你敢在我的婚礼上捣乱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看谁敢！少成哥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他才是我今天要娶的女人。少成哥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？今天是我跟你的婚礼，这个女人
你忘了他对小溪做的那些事了吗？大姐，我知道谁在撒谎，是你在骗我。我妈咪根本没有绑架我，更没有伤害我。不许欺负我妈咪！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动我的女人。你的女人？她是女的，那我算什么？如果你不是你骗大姐，我大姐根本不会你去骗。你是个坏女人，大骗子！白眼了，我养了你六年，却比不上这个人当了你几天的妈。沈瑶瑶，你可真有手段，当众抢我的男人，你要不要脸了？说起不要脸，你的所作所为好像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吧。少成，我不管这个女人是谁，你现在马上让她滚出去。少成，今天是你跟文文的婚礼，你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要给我们母女一个交代，否则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关系啊，到此为止了。我的女儿啊，绝对不能让你们宁家这么糟蹋。各位，其实早在六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就跟这位沈瑶瑶小姐结下了缘分，她是我寻了六年也爱了六年的女人。少晨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这个头巾和六年前的你的头巾。少晨哥，如果你今天要娶的这个女人，之前她睡过无数个人。如果你今天要娶的这个女人，之前她睡过无数个男人。高文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。六年前你在酒吧当陪酒女的时候，一天晚上陪的人，怕是比在场的人都要多吧？我那是为了给家人筹医药费，而且我根本就没有。别再说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我的女人。侮辱你的女人？少晨哥，你不会真的相信，她就只有你一个男人？都当陪酒女了，怎么可能只睡一个男人？太不要脸了！我听说陪酒的女的为了钱什么都肯干，乱得很啊。宁老爷，少晨肯定是被那个女人给迷惑了，他要肯把那女人你赶走啊，今天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。少晨，你岳母已经既往不咎了，你快把这个女人给我赶走，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别走。少晨哥，你之所以娶这个女人，不就是因为六年前的那一晚？那我就告诉你真相。其实六年前去你房间的那个人不是他，是我。不可能，这个头巾，一条头巾而已，他能当什么证据啊？这样同款多的是，我家里也有，在场别人可能也有呢。你怎么能保证六年前这条头巾一定就是他呢？少晨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当时在酒店那一晚就是我跟你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大姐，我知道谁在撒谎。这个小鬼又来这里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听到我的行踪。这宁家小少爷在干嘛？宁小少爷可有读心的本事啊！他只要一喝奶，到底谁在撒谎，就全都知道了吗？就有这气势啊！子轩，你可一定要帮我。我是妹妹，是小溪的妈妈。高文阿姨，我愿意相信你。小溪，看来这个小鬼也没这么厉害，只要能骗得过他，自然就能骗得过少城。沈瑶瑶，就算你睡得少城，最后他不还是我？等等，我还没说话呢。高文阿姨，虽然我愿意相信你，但是我知道你在撒谎，因为你那晚就根本没去过那里的酒吧。如果你去过，那你就说说那家店名叫什么？我知道，那家店名叫无声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梧桐酒吧，是东湖酒吧。哦，对，是东湖，我记错了，是东湖。少成哥哥，是东湖。别碰！爸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沈瑶瑶就是我宁少成唯一的妻子。今天这瓜吃得够。妈，你要帮我。
宁少臣这见异思迁的混蛋呢，他就不去配做我女婿。你要再对他执迷不悟啊，你就自己想办法，我也不管了。妈，你想干嘛？是你自己跑到我的婚礼上当新娘，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你说我想干嘛？怎么？我只是突然想感谢小溪，如果不是发现他口袋里你的头巾，可能我就会错过你了。这个原因。刚才不是你主动的，现在又躲了，是不是怕了？还是说不行？我会让你知道到底行不行。当年是有人指使我去杀你，你不去找狗蛋，你就怎么？你找我做什么？等等，我有事想问你。小溪，小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说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亲亲，我看看你们是不是也会一起亲亲。找爷爷玩去。今天晚上我要跟爹地妈咪一起睡。好啊，我也想跟小溪一起睡。我还有玩游戏。放心，有我在。爸，请喝茶。爸。想让我认这个儿媳妇，除非我死。另外，过几天高文会住进来照顾小溪。爸，我和夭夭已经结婚了，您让她住进来算怎么回事？宁家现在还轮不到你做主。小溪没有妈，从小就是高文在照顾她。你好好想想。不好意思，楼上有点堵车。喂，高小姐，人已经盯上了。调整时间下收。吃了这个药，保准让你欲仙欲死。哎，小姐，请问洗手间在哪儿？我那边直走，走到头就是了。谢谢。给我伺候好他，多拍一些照片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
你又是谁啊？我劝你少管闲事啊！滚！滚！滚！啊！ 丫丫，我是雨洁啊。是这样。阿曼，我好难受。怎么样？你失踪了这么久，你还一直在找我们，你还记得我？是。什么？到手的鸭子飞了。 你废物！沈瑶瑶，既然不能让你身败名裂，那我就让少辰哥哥抛弃你。 然后我跟清楚，是你有少辰不是出于钱。清醒了吗？现在清醒了吗？ 冷静了吗？现在你清醒了吗？我清醒了，可以了吗？去查一查，是谁给谁的？谢谢。 过来。啊？来什么？刚刚我不清醒，现在。现在怎么了？现在你愿意？我愿意啊。
让我。他怎么这么温柔？这还是他吗？金东啊，自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清楚你现在的身份。像今天这种事，不会只发生一次的。我知道啊。知道什么？没有人在你身边当依靠，你会被他们吃的骨头都不剩。可我是你太太，他们才不敢欺负我呢。主公是高文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天是高文找的人？你不信？信，看来是他借给你下套。爱一个人不是他做坏事的理由，爱一个人当然希望对方好才好啊。这就是你喜欢楚雨晴的原因吧？我跟他只是朋友，而且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你不要把所有人都想的跟你跟高文一样，行不行？我也只是把高文当妹妹啊。差点就结婚了，妹妹。所以，咱俩现在什么关系？塑料夫妻，各取所需。那你娶我是因为六年前那晚吗？六年前那晚对我确实很重要，不过我娶你也不全是因为这。那你为什么嫁给我？为了小溪有个母亲咯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高小姐，您身娇肉贵的，这厨房里啊油烟重，怎么能让您做菜呢？万一伤着烫着了可怎么办呀？再娇贵也是人啊，既然宁叔叔让我住在宁家，为了感谢他，我肯定要照顾少辰和小溪。少爷和小溪定能明白您的苦心，可是只要那个女人在，少辰和小溪的眼里都不会有我。刘妈，我对少辰和小溪是真心的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那个妇人啊，我也不喜欢，可是高小姐啊，您才能配上我们少爷。但凡有刘妈能做的事，刘妈定能帮你。谢谢娘娘。怎么了？大姐，高文怎么还在我们家？还不是你爷爷让他住进来的。那妈咪怎么办？而且你们都不住一起。我们才刚结婚，还不得适应。你俩都这么大了还害羞呢？等着，我去叫妈咪过来。哎，小溪，你不是说你病了吗？小孩子不能骗人的。妈咪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们家可就是高阿姨的天下了。跟我来。高文姐，你可是千金小姐呢，怎么能进厨房啊？把你这一身名牌都搞得一身油烟味，多可惜啊！一件衣服而已，有什么重要的？重要的是能让小溪和少辰哥哥吃好，为人妻为人母，不就应该这样吗？你懂什么？高小姐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嫁给少辰哥的人是我，不是你吧？名牌那个位置谁做重要吗？谁能把小溪和少辰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。看来你对自己的厨艺很自信啊，那就比比吧，看看小溪是喜欢你的。
我看看。就是切到手了，看来我确实不适合做饭。啊！等等等等，我烫到了。炒菜就是这样，赶紧做吧，小谢还等着吃呢。等等。我代替对你很好吗，妈咪？你可不能让别人抢走了。小西啊，你要知道，有些人可不见得识货。说谁呢？菜做好了，西，你快尝尝。小西，快尝尝吧，别辜负你高阿姨一番好心意。我难吃死了，会呢，尝尝。小西说不好吃就是不好吃，小孩子还会骗人啊。高小姐您毕竟是千金，平时也不怎么下厨，做饭难吃也是正常的。少成哥哥，他和小西就是故意的。是你要留下来照顾小西的。不愿意的话也可以走。不，只要能照顾小西，怎么样我都愿意。少晨，小西讨厌他，再说了，让高小姐在我们家当保姆也是委屈他们了。不委屈，只要能陪在少晨和小西身边，怎么样都行，不觉得委屈。小西从小就缺母爱。小西现在有我了，不需要你来弥补他那缺失的母爱。三弟，让他走。少成哥哥，不要赶我走。是我让高文留下的，我看你们谁敢撵他走。他不走。妈咪不要走，妈咪该走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大姐，家里已经有刘妈了，不需要再多一个佣人。你这臭小子居然想让我当佣人，我连跟沈娘娘那个贱人一样可恶。高小姐，您毕竟是千金，让您留在我们家当佣人也是太委屈了吧。这点不合适啊，要不让她做宁太太。真的吗，少晨哥哥？宁少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想齐人之福是吧？我才是你明媒正娶老婆。可是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他的，是你通过手段抢的。好好好，我走。阿明不要走，我不走。完了。养他这个徒儿，现在好像玩脱了。妈咪，难道你要将我跟呆地让给那恶毒的女人吗？要是你走了，那女人一定会欺负我的。你舍得小西挨打吗？你说的对，不能让他得逞。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又坏我好事，昨天弄你忘了我们的合作？没有。那你现在想反悔，要娶高文？也没有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小西需要一个妈咪，但我并没有看到你的诚意。诚意，就像你想对楚雨洁做的事情。那就是个意外而已，你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就是没完没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你对楚雨洁比对我还亲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
你要跟我同居？你不行，高文可想得很。怎么，你想成全他？怎么办啊？要保一点，万一吃亏怎么办？算了，我还是让高文留下来吧。我试一试。我叫叶子欣，试一试。刘妈，少爷，去把夫人房间都给你收拾一下，搬到我那里去。好的，少爷。少成哥哥，那我呢？你回去吧，以后小溪有我幺幺照顾。少成哥哥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六年前那个女人是我，不是她。高小姐，我和少成也是真心相爱。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给自己留点体面。刘妈，送客。是。高小姐，这个狐狸精她就是冲着少成哥哥的钱来的，以后还麻烦你多照顾照顾小溪。我会好好照顾小少爷的。你这是做什么吃的？这刘妈不能这样。我希望你能帮我办点事。试一试呀。昨天晚上你不记得了？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不可能碰你啊。少成哥哥，你要负责。少成这种。谢谢你今天送我来公司，你快回去吧。嗯。瑶瑶，这位是？这是我老公。你同事啊？你好，你好，那你以后可要好好对我们瑶瑶啊。放心吧。瑶瑶，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们接着聊。拜拜。那你快上去吧，我回去了。嗯。不对。你今天怎么突然送我来公司啊？送你来上班不挺正常的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行了，赶紧去上班吧，我走了。刘妈。喂，刘妈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小溪出车祸了。别太担心，小溪会没事的。都怪我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小溪。这不关你的事，别太自责。少成哥，就是他，他害了小溪。少成哥，小溪从来就没出过事，这个女人出现在家里之后，小溪就出事了。别闹了，是刘妈送小溪去学校的路上出了车祸。这个女人不是说要照顾小溪吗？她为什么不亲自送小溪上学啊？她就是没对小溪用心，又或者他就是故意想害小溪。刘妈照顾小溪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出过事，他还冤枉他不成？这个女人一直想报复，你别被他骗了。狐狸精！说过，没人能在我的面前动我的女人。你说他想报复你，那我想问问你，他为什么报复你？小溪，你要快点醒。虽然你不是我亲生，但在我心里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你给我滚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六年前，六年后，你的
的眼里就只有他，没有我。真是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，我彻彻底底的疯了。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已经疯了，没有自我了。这个女人，她一开始就是处心积虑的接近你，她只是一个低贱的陪酒女。那绅士的样貌，她哪里比得上我？连一个陪酒女都不如是吗？小溪现在还昏迷不醒，你还有心情跟我说这些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小溪？小溪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关心他呢？丽莎，小溪怎么样？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父亲。直系亲属是不能输血的。那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。放心吧，我们医院的血库有足够的储备，不用担心。你来跟我签一下手术和住院协议吧。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公司的关系吗？其实，小溪是我捡来的孩子。什么时候？六年前的一个雨夜，在医院附近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被人遗弃在路边。是不是六年前七月八号一个下雨夜？小溪他是我和你的孩子，六年了，我找了他六年。你说什么？小溪怎么会是我和你的孩子？六年前，我和你在医院生下孩子，但是高文说那是你不要的孩子。也就是说，六年前我捡到的小溪，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。宁总，这孩子幸好没淋着雨。要这么淋下去，他早晚会死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狼心狗肺的父母？这一看就刚出生被抛弃掉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就是我宁少臣的孩子。回家。小溪，你没事吧？没资格评论这个罪魁祸首。少成哥，手术很成功，接下来只需要静养就可以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知道了，六年前就是你抢走了我和夭夭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小溪。不是的。是的，少成哥，这个女人她在胡说八道。这个女人她恨我，她编谎话骗你。我编谎话，那不如就在这里做个亲子鉴定，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孩子？也让少成知道，那晚在酒吧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？怕了。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，就跟我们一起去做鉴定。小溪，你终于醒了。小溪，爹爹拉米都在身边陪着你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爹爹妈咪，小溪好想你们。小溪，我们也很想你，等你好了以后，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团聚了。
那就麻烦医生了。医生，结果怎么样？小溪不是沈瑶瑶的孩子。结果显示，令小溪与令先生、沈小姐确认亲生，与高女士没有血缘关系。你这鉴定报告有问题，我要重做。高女士，别激动，我们是权威机构，是不会对鉴定结果作假的。我不相信，小溪绝对不可能是你的孩子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高文，你够了！鉴定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事到如今你还要狡辩，真是没救了。不是的，沈哥哥，事情不是这样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在演？就是因为你，才让我和幺幺小溪分开了六年。拆散我和幺幺，还差点害死小溪。做的孽足够你下地狱，以后我不想再看见你，好自为之吧。少辰哥哥，少辰哥哥，小溪竟然真的是我的孩子，我太高兴了。真没想到找到你的同时还能发现小溪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难怪我见他第一面就觉得有意。少辰，我现在只想快点回家带小溪回我们的家。事情终于解决完了，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生活，终于可以从这里出去了。爹，快带小溪走。少辰，阿弟，走啊！林少辰，你可不能死！我们一家才刚刚团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这个贱婢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二少成也不会出事。妈咪，你怎么不躲呀？都是你这个祸害！你一出现，我们家就家宅不宁，行为也不检点。我让少成离你远一点，可他偏不听。现在果然出事了。小溪啊，快到爷爷这边来，离那祸水远一点啊！你们谁是犯罪家属？啊，我是。病人是病危血，现在失血过多，我们医院的血源不够了，你们谁能捐血？医生，我是病型血，能捐我的吗？可以，跟我来吧，给你安排。不要。妈咪对大姐是真心的，您就不要阻拦他们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叔叔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少辰哥哥，才让少辰哥哥又欠了这个女人一个人情，到时候他又会借此纠缠不休。嗯，要不是他，少辰也不会出事儿。别想功过相抵，我不会让这个女人在少辰身边的。到时候他又会借此纠缠不休。嗯，要不是他，少辰也不会出事儿。别想功过相抵，我不会让这个女人在少成身边的。少辰，我没想到过你会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，
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醒过来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团聚，再也不分开。瑶瑶呢？瑶瑶呢？刚醒来你就想着找了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到底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喜欢她？大姐，你别担心，她只是帮你献血过多了，现在还在休息呢。阿米在你前面。你陈哥，你自己都快伤着，你赶紧躺下，还留一点血。你看文文对你多好，还不快躺下。你要是再想着去找这个女人，我现在就让她消失。爸，救了我的命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要不是她，你怎么会出事儿？是叔叔知道，是我让人去杀沈瑶瑶的，她一定不会再帮我了。不行，得赶紧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干净。大姐，你好好休息，不然妈咪会担心的。小溪，你妈咪现在怎么样了？刚才妈咪都吓哭了，一听医生说缺血，妈咪立马就给你献血了。听说妈咪要躺个一天才能醒呢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她。那，在那女人身边，有的是人照顾。用不着你这个病号去，谁在照顾他？一个很帅的毛利，他们轻易的，你就别去了，你试试。现在去找他。那个女人身边有的是人照顾，用不着你这个病号去。谁在照顾他？一个很帅的男人，他们挺亲密的，你就别去了，你休息。小陈，瑶瑶，你醒了，起来。怎么那么傻呀？身体这么虚弱，还给别人输血？少晨是我丈夫，我给他输血是应该的。李同学，就别给我吃狗粮了，我可不想吃我喜欢的女生的狗粮。你喜欢我？你开玩笑了吧？我没开玩笑，我从大学开始就喜欢你，之后你失踪了六年，我就一直找了你六年。瑶瑶，我刚才听见宁少臣的爸爸侮辱你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？雨杰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。不在乎，我可以等你离婚，我可以把你的孩子当成我的亲生孩子。顾先生，我宁少臣既然选择了他，就绝对不会跟他离婚。刚刚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在勾引我妻子。楚叔叔，我一个六岁小孩都知道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强求。难道楚叔叔你还不如我一个孩子懂事吗？我们走。楚先生，谢谢你替我照顾我妻子，以后就不麻烦你了。瑶瑶，
虽然不能跟你在一起，但我会尽力的帮你守住这份幸福。宁少臣，我有个计划。瑶瑶，虽然不能跟你在一起，但我会尽力的帮你守住这份幸福。宁少臣，我有个计划。你这孩子也真是不争气啊。我给你创造了那么多次的机会，你自己都把控不了。这下少成又要对那个女人念念不忘了。这我怎么办啊？宁叔啊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哼。只要有我在，那个女人就休想进我的门。不过你也得自己努力努力啊。只要你怀上少成的孩子，少成一定不会不管你的，懂吗？叔叔说的对，少成哥不就是因为小溪才想着你吗？沈夭夭，只要我有了少成哥的孩子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争。大姐，我听到匡文的心声了，是他找人杀了你跟妈咪。只要找到证据给爷爷看，爷爷一定能看见他的真面目，到时候就不会阻止你跟妈咪在一起了。放心吧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我让你杀沈夭夭，你竟然敢动我的少成哥，信我的是不然要命。对不起高小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一定能成功。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去医院陪大白走。任务完成。大姐，这家有问题。啊！哇！这是你来的，少成哥哥，这个人是？他是谁？你不认识吗？我不认识，这是要做什么？那我就给你认识认识。跪下！滚蛋！这个 U 盘有宁少臣被刺杀的视频，这个杀手刚好被我们警车嫌疑人拍到。哇！快点救我！是高小姐给我的钱，让我刺杀谁？你住口！这个 U 盘有宁少臣被刺杀的视频证据，这个杀手刚好被我的行车记录仪给拍下来。我，快点救我！是高小姐给我的钱，让我刺杀沈夭夭的。你住口！
你不要再胡说，宁叔叔，一定是沈瑶瑶联合他的情夫故意陷害我。我这么爱少成哥，我怎么可能害少成哥呢？叔叔，少成，你是不是误会我们了？这个叫楚一杰的男人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他是沈瑶瑶的大学同学，一直爱慕着她。这个男人和沈瑶瑶分明有染。爸，到现在你还要生？他六年前就拆散我，还差点害死我和夭夭的亲生儿子小希。什么？小希是我们宁家的亲生孩子？去给爷爷看看。好，太好了。我们宁家终于有后了，小希啊，我的亲孙子！爹，那女人想伤害妈咪，还要抢走呆子，你不要再相信她了，好吗？爸，除了小希和沙尘，高文曾经还安排手下去给夭夭下药，害得夭夭差点失身。昨天又安排他去害。还好楚雨杰早就认了，我们才抓到原来。宁老爷，我跟瑶瑶确实是有事情，但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还要把这个蛇蝎女人留在家里边，我一定会回来带走瑶瑶。宁老爷，我跟瑶瑶确实是同学，但我跟她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还要把这个蛇蝎女人留在家里边，我一定会回来带走瑶瑶的。宁叔叔，都怪我，是我一时疏忽大意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希望那个女人抢走少成哥哥，我不知道少成哥哥为了她拼命。部分明白。爸，他都要杀人了，你还要护着他？明天就能这样对小希？这样的事，你还要留他？爷爷，难道你不爱小希了吗？爷爷最爱小希了，相信爷爷，文文不会伤害你的。文文那么爱你的爹爹，他一定会爱屋及乌的啊！爸，你怎么非他不可？瑶瑶怎么就不行了？难道就因为他的身世吗？没错，就凭他的身份，根本配不上给我做儿媳妇。何况文文现在有了身孕，你必须娶她。什么？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你不可以不要我。那晚我根本就没碰你。那天你喝多了，你都不记得，但是你做的事情，你不能不承认。少成，听爸的，娶了文文是你的正确选择。爱的人是夭夭，
我绝对不可能娶高文。林叔叔，我已经有了你们宁家的骨肉，难道让这个孩子没名没分吗？把孩子打了，老陈，就算你不娶我们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我也得留下。 想要留子娶我，门儿都没有！我现在已经收购了你们宁氏集团，到底要是把文文风光的娶进门，还是你们刘洛接？宁老爷，宁少臣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少臣，你必须娶文文，不可能，我绝对不答应。 西，你今天出了这个门，就再不是我的儿子。怎么了？ 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没什么。医生说你今天就能出院了，终于可以出院了，这医院的气味真难闻。妈咪，那你跟我们回家住吧。好。要不你先回家住几天。 怎么来了？我是他太太，这是我们家，你又是什么身份？凭什么赖在我们家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怀了少成哥哥的孩子。宁少臣，这是真的吗？悠悠，听我解释。少成哥，你怎么让他打你？你这贱！ 少成哥，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护着他？玉姐，玉瑶，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护着他？玉姐，玉瑶，玉瑶。 宁少臣，你这个大骗子！你明知道高文是个什么货色，还跟他出轨背叛我。少成哥哥，我才是最爱你的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受再多委屈我都愿意。少成哥，不像他，一点都不懂得体谅你。我相信你不会抛弃我跟孩子的。 瑶瑶，别跟他们纠缠了。妈咪，不要走。为了小溪，我是不是应该留下来？不要走。雨洁，为了小溪，我要留下来。疯了吧！ 谢谢一直以来帮我，但这件事儿我要自己解决。好，我尊重你。如果我们给瑶瑶一个交代，我一定会带走她。
杨洋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请你相信我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做一个交代。我说了，少成哥只不过是对你负责任，你只不过是幸运的爬上了他的床。如果当初最先得到少成哥的人是你，这辈子都够不着的。可惜我就是这么幸运，甚至还生下了小希。即便你的孩子出生，小希也是宁氏的长子，宁氏的继承人。你怀着孩子呢，小心动孩子。少成哥，少成哥，我还是你。小人哥，我的孩子没了。沈瑶瑶，你好狠的心呀、啊！你激怒我怀了他的孩子，就把我推了下来。沈瑶瑶，跟我斗还那么点儿？少晨，我没有。你没有。难道是我自己摔下来的吗？少晨哥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这个孩子？我好不容易怀上你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摔下来啊，少晨哥？要是我真的怀了孩子，还真会舍不得。可惜那晚少晨哥根本就没碰我，为了以后不被拆穿，只能假装流产。你不要信他，他根本没有怀孕，他只故意诬陷妈咪的。你维护他，你不能乱说。阿文，我听得见你的心里话，你就别装了。只要带带你去医院查一查，你就瞒不住了。你敢骗我？说这个不是的。大姐，那女儿一直在骗你，那一晚根本就没碰过他。不想再看见你，少晨哥，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才这样做的，少晨哥。走，少晨哥，我求你不要跟我走的。我的宝贝儿子，多亏你这读心术，不然老妈就要被他陷害了。嘿嘿，小希不会让黛蒂妈咪误会彼此的。小希只要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。让我能体会生命的喜悦，只有几千年。啊！你算怎么说？今天我一死，掐死，掐死！才不是呢！我爹地根本不爱你，就算你真的怀孕，我爹地也不会娶你的。
跟你妈一样讨厌。不是因为你，我跟少晨老早就结婚了。那个女人，她才不喜欢。我不相信少晨你妈不喜欢，她是因为你才在意那个女人的。我最近喜欢的是我妈咪，她只是拿你当妹妹。妹妹，你不要当妹妹，我不要当妹妹。住手！少文，你想把孩子放了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在一起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有他在，我们就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少文，你住手！你先放开小溪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跟你抢宁少晨。真的，真的。真的，我求你放了小溪吧。来吧，高文，把手给我，有事咱们好商量。少晨哥哥，我回家吧。你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女人带走。什么意思？少晨哥，放开我！少晨，我真是爱你爱到疯了。爷爷，嗯，那女人疯了，她差点掐死我。爷爷，你不要让大地娶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不娶了，不娶了。哎，是爷爷糊涂了，差点害死了我的好孙子。只要你好好的，我就让你的妈咪进门。瑶瑶啊，之前是我错信了高文，差点害死了小溪。以后我不会阻止你跟少城在一起，不过你要想当我们家您家的太太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爸，爷爷，听说你现在是一个节目主持人。等你的名气和地位上来了，我就为你们举办一个世纪婚礼。爷最好了。只是可惜啊，我们家的家业已经都被高文的母亲给霸占了。爸，其实我通过这几年的发展，业务已经超过我们宁家原先的好几倍了。您放心，咱们宁家的家业我一定会再夺回来。我相信你。听说您从主持人转型演员后的第一部戏就拿到了影后，请问以后想怎么发展？我啊，回家相夫教子。哟，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就已经结婚生子了。是啊，我不仅有了帅气多金的老公，还有了全天下最可爱的儿子。嗯，